Hello， 今日同大家整一个传统嘅法式面包 brioche。首先我哋准备好材料先，300克高筋面粉，3隻雞蛋，50克砂糖，80克牛奶，120克无盐牛油，7克干酵母，同埋3克盐。首先我哋将面粉、砂糖、盐、牛油同鸡蛋倒埋一齐先。咁鸡蛋咧，我会倒剩少少，一阵间最后留翻嚟素面用嘅。材料倒埋一齐之后，我哋用慢速将佢捞匀，然之后转去中速。咁呢个时候咧，我哋用少少暖水，大概15毫升，加入去酵母度，将酵母捞匀。捞匀之后，我哋放埋一边备用。当个面团捞到黐埋一嚿，表面开始光滑嘅时候，我哋将酵母水倒埋入去。捞到酵母水完全溶到面团入边，我哋将牛油分两次加入去。首先我哋加一半先，因为呢个面团沾水嘅比例比较高，所以牛油唔可以一开始嘅时候放入去，我哋要慢慢加入去。如果唔系，个面团就需要更多时间去捞，好容易导致个面团过热。咁一样啦，我哋 keep 住用中慢速嘅速度去捞，捞到牛油完全融入面团之后，然之后加埋剩低啲牛油落去。当牛油完全混合，而且你明显见到面团同个煲底完完全全分开，咁你就可以停机噶啦。停机之后，我哋将面团包好保鲜纸，放入雪柜嚟雪8个钟。8个钟头之后，我哋将面团攞出嚟拍扁对折，将空气排走。接好之后，我哋将个面团再放20分钟，等个面团松弛少少。20分钟之后，我哋准备好模，然之后攞个面团出嚟，分成3等份。每一份我哋将佢搓成长条形，然之后用擳边嘅方法擳成我哋想要嘅形状。搞掂就可以放入去预先扫好油嘅模度进行发酵啦。咁我个模大概10厘米乘20厘米，高7厘米。发酵时间咧视乎你天气而定啦。咁发到啱啱高过模少少，咁就得噶啦。咁我哋将面团扫上之前剩低嘅蛋水，然之后就可以放入焗炉噶啦。用150度焗30分钟。这个面包越食越熟，
如果你放咗入雪櫃，放入多斯羅漢，又有另一種口感。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，歡迎訂閱我的頻道。